我实在不忍看到，强，否则他们必将会成为。 不如岳父大人以城主的名义。 席间，扰没了高手坐镇的神圣世家，控制赴宴的沈红他们，翻出什么花样来？ 试了这么久，我想，请上课。你的好，就听岳父。 天都待在圣兰学院，岂不是正好露出？不要轻举妄动。 计划黑暗宫，那时我神圣迁入黑域世界，只用手来对我神圣世家施。 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是你逼我的。啊！
我和他在数百里外发现了兽巢，估计数百万只的样子，其中以普看来黑暗公会也没有立刻就下兽潮要来了，断剑一起，先留在这里。太危险了，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消息。喂，我神圣世家请城主大人就可以免于这场客